喂，喂，啊，喂，喂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家是不是断网了？抖音你不看呢？就是我说喂，你也得给我回喂。幼不幼稚啊？那你回一遍吧，喂。不走了呀？我昨晚上写东西呢。我这是在写，马上写完了，这都快了，这都。是不是还写？你回去吧，我十分钟我就写完，给你送过去，行不行？你现在写完了。你看着我写，我还咋写的进去了？行。一个姑娘陪着我，再画个花边的被窝，画上灶炉与柴火，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。你咋还嗑上瓜子了？多烦人呢，嘎啦嘎啦的。你这屋谁呢还能工作进去啊？能有你工作吗？不到，不到，你嗑瓜子声音。